包括我，包括我的徒弟，全力全合，嗯，包括周伟，你是吧、嗯、所以你看他们呢，在他的面前呢，到那儿去都是跟他啊没大没小的，非常随便的啊，在那一起，他就是永远不厌其烦的跟你讲，你这块不对，你那块不对，你应该怎么样唱歌，你应该怎么样的发声，他一直告诉我们这个，而且他告诉我们很多，怎么说呢，就是他多少年在这个艺术前行的道路，他找到的那个窍门，对，那个经验是吧？所以你看，基本上跟他在一起的人都在那儿，绝对不保留，都那儿站着练气呢，把这气怎么沉？站里边住，对，都对，只要到吸一口气下来，下来啊，然后再一唱，一唱屋，大家又上去了。